講幾句先啦。主動預約咗過嚟協助調查嘅，咁都交代咗成件事噶啦。咁其他就唔方便再透露啦，因為交咗俾律師處理，唔方便公開噶啦。呢啲唔該曬。都交咗俾律師搞噶啦。又會唔會開記者會講下？我唔會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啊，辛苦曬。依家心情點啊？依家心情點啊？我而家冇，我而家好眼瞓啫，淨係。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其實係問，係問到啱啱先完係咪啊？係啊，因為係啊，因為我夜機翻嚟噶，係啊。唔該。你擔唔擔心會坐監啊？黐線。唔該曬。JPEX 無牌經營風波爆發至今，警方已經先後拘捕多人，當中包括有前大律師林作、KOL 以及堪輿學家等等。而藝人莊思敏於日前凌晨乘搭飛機返港，隨後拖劫前往警察總部商業罪案科協助調查，大約逗留5小時至凌晨3時離開。大批記者在警署門外爭先採訪，造成擁堵。莊思敏表示自己是主動預約配合調查，目前事件已經交由律師處理。被問到是否需要交出旅遊證件，莊思敏就未有正面作出回應。不過他強調沒事放心，說自己已經向警方交代了整件事，目前不便透露案情。昨天他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認黑仔，揚言暫時不會再作任何投資，真是見過鬼都怕黑啊。